我们开始上课。下面呢，我们看第二段，二维随机变量 XY 这部分特别重要。那么，这是先讲离散型的，后讲联系型的，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。我们假设有一名射手，其命中率为 P 呢是大于零小于一，向目标射击命中两次为止。 X 表示首次命中所需进行的射击次数， Y 呢表示命中两次所需射击的次数。现在我们要求 XY 的联合分布，也可以叫做联合分布率。凡是离散型的都是什么什么率，是不是？联合分布率。那么我们说边缘分布率、条件分布率。好，下面我们假设让我们 P X 等于 M， Y 呢等于 N，这联合分布率，那就应该是大家知道，一共是射击多少次啊？因此，那我们说只有两次命中，那就应该是 P 平方，那么 Q 就应该是 N 减二 ，Q 呢，其中。Q 就是等于一减去 P。 好，下面我们要求边缘分布率，边缘分布率那就是 F 那么 X， 这里面那 X 等于 M。同学们，那我们说要求 X 的边缘分布率，那我们就应该对谁求和啊？应该对 Y 求和吧？好，这个一定要记住。那我们说它呢，应该是 P X 等于 M Y。等于 n， 那我们 n 呢应该从几开始啊？应该是 m 加一，一直到无穷，那也就是应该等于 n 乘 m加一到无穷 P 平方 Q 的 N 减二次方。那我们说这个应该怎么求和呢？ P 平方这没什么说的， Q 的 N 减二， N 减二大家注意把 M把 n 等于 m 加一带进去，它的首项应该是等多少？首项是不是 q 的那么 m 减一？大家注意，这个是
我们说顶比基数，这个首相是他。那么顶比基数啊，大家知道它的和应该是什么呀？应该呢首相除以一减去 Q 吧。好，这个就是 P， 那就是等于 P 乘上 Q 的 M 减一。好， FY， 那也就是 Y 等于n， 它呢就应该是等于，那么我们 p x 等于 m， y 等于 n。 对了，现在应该对谁求和啊？应该对 x， 也就对 m 求，对 n 求 m 求和， m 应该从一到多少？n 减一，是这样吗？它呢就应该是 m 从一到 n 减一，这个 p 平方 q 的，那么 n 减二。马上我们知道每一项都是这样，那我们说应该是等于 n 减一乘上 p 平方 q 的 n 减2。好，同学们，下面我们说要求，那么在 y 化新的条件下 x 的边缘分母密度，条件分母密度，那就应该是 x 等于 m， 那么应该是 y 等于 n， 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也就是我们说联合分母密度 x 等于 my 等于 n除以，那么我们说 x 之 y 等于 n。 好，它呢就应该是等于那么 p 平方 q 的 n 减2除以 n 减1乘上 p 平方 q 的 n 减2，它就等于 n 减一分之一。那么大家看，在 x 化新的条件下，它的条件分母率，那就应该是 x 就 y。等于 n， 那么 x 等于 m， 它呢就应该是 p 平方 q 的 n 减2除以，那我们前面 p 乘上 q 的 m 减1，那我们可以写成p 乘上 q 的，那么 n 减 m 再减一。好，希望大家注意。下面我们看例五。我们假设随机变量，y 一、y 二、y 三是相互独立，且兼服从
服从，参数为辟，辟呢是带领小一的，参数为辟的零一分布。好，下面我们令 xk 它等于负一，那就是 y 一加上 y 二加上 y 三，它不等于 k 一 y 一加上 y 二加上 y 三。等于 k 呢它取一二。好，下面我们要求的一个，那就是 x1 x2 的联合分布力，再一个，那我们试问，试问 P 为何指时，那我们说 x1 和 x2， 我们说群积的数学期望其最小值好。同学们，下面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说很显然 x1 加上 x2 加上 x3 它是服从，那我们说参数为 3P 的这样的贝努里概型，是不是啊？好，下面我们 x1 x2 它的可容取值应该是什么呀？应该是负一，负一，再一个一，负一，还有一，大家看清楚吗？好，下面那我们 x 这个 x1 上面 x2 它呢，那就是负一，这个应该等什么？这个应该是一，这个应该是一，这个又应该等什么？这个又应该等什么？这应该等什么？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，那么我们说 x1 等于负一， x2 等于负一，
那他就等于 P。 大家注意，这个那就是 X1 加上 X2 加上 X3， 它是等于负一，那也就是说它不等于一吧，明白吗？那么再一个 X1 加上 X2 加上 X3， 它不等于二吧，不等于二。既然不等于一也不等于二，大家注意了，那就应该等什么呀？那就应该是等于 X1 加 X2 加上 Y3， 应该等于零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说它的可能取值啊，那就应该是 X1 加上六加上 P， 那么 Y1 加上 Y2 加上 Y3 应该是等于三。好，那么如果它是等于零，那我们说它是 Q 的三次方，如果等于三，那是 P 的三次方。好，下面我们看 X1 等于一， X2 等于负一。好，那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 X， 那就应该是 Y1 加上 Y2 加上 Y3 应该等于一。再一个 Y1 加上 Y2 加上 Y3 应该是不等于二，那这个就是等于 P。 Y1 加上 Y2 加上 Y3 等于一。好，同学们，它等于一，马上我们就可以得出它就是系三一，那么 P 乘上 Q 的平方。好，下面我们 X 一等于 X 一，X1 等于负一， X2 等于一。那我们马上可以得出，这个实际上就是 P X1 加 X2 加 X2 加 Y3 等于二，等于二。好，它呢就应该是 C 三二 P 平方 Q。 好，下面那我们可以看出，可以看出，那我们说 X 等于一，y 二等于一，那也就是 p y 一加上 y 二加上 y 三等于一， y 一加上 y 二加上 y 三它等于二。这是不可能的，是不是啊？不可能的，它的概率多少？等于零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就可以把联合分布率
那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了。那它就是负一一，负一一。那么这个前面有了，这个是等什么呢？很显然，它是 Q 的三次方加上 P 的三次方 ，x 等于负一 ，x 一点负一 ，x 二等于一，那就是这三倍的 P 平方 Q， 那就是三倍的。P 平方 Q， 那我们说 x 一等于一 ，x 二等于负一，那我们说它这个呢也是等于三倍的 P Q 平方，这是零。好，同学们。那我们说 x 一和 x 二乘积的数学期望，那应该定什么呀？那我们先来看，等于负一乘以负一，再乘 p 三次方 q 的三次方，再加上负一。乘以一，再乘上三 p 平方 q， 再加上，那我们说一乘以负一等于三 p q 的平方，再加上一乘上一乘以零。我们就得出六 p 平方减六 p 加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求它对 p 的导数，那就是二 p 减去六，让它。等于零，那我们就得出 p 等于二分之一。好，注意，它呢就等于十二，那么它是大于零，所以当 p 等于二分之一时，我们 x1 x2 其最小值。好，这个大家看清楚了吧？下面我们看一下例六。例六呢，我们假设二维随机变量 xy 在牛点零零，那我们说一二二一。所围成的，所围成的三角形区域，地上服从
经营分布，经营分布，那么我们要求，要求，那么 X 的边缘分布密度 ，Y 的边缘分布密度。好，像这样的我们怎么做？对了，要求边缘分布密度，我们书中是不是告诉我们了？应该把 XY 的联合分布密度求出来吧？是不是啊？那么我们 XY 的联合分布密度，F XY， 这个很重要。哦，怎么求呢？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。那我们把图形画出来。Y X 零，这点假设是 A， 那么 A 的坐标是一二，这点是 B， 它的坐标是二一，那我们的三角形体应该是这样的。是这样吧？好，那么首先我们是不是应该求出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啊？这三角形的面积大家知道怎么求吗？那我们对了，三角形 ABAOB 它的面积应该等于二分之一，大家注意，我们呢，平面上三点 ，x 一 ，y 一 ，x 二 ，y 二 ，x 三 ，y 三，所围成的这个图形的面积，那就应该等于二分之一，然后 x 一 y 一一 ，x 二 y 二一 ，x 三 y 三一，应该是这样了。对了，这个我们是这样的逆时间方向。如果说顺时间方向，那它就负的，这点希望大家记住。好，那么我们呢把这个一二一，那么零零一，那我们说二一一，这个呢，同学们，那我们说这是零，这是零，这是四，再减去一，那就二分之三。好，同学们，那么我们的联合分布密度，那我们说联合分布密度，那就 F XY 它等于这是 D， 它就等于，那我们说三分之二，
颠倒过来，这个 xy 是属于 d， 零其他。好了，下面我们说 x 的边缘分布密度，它呢，注意了，书中是这样说的 ：f(x,y)， 那么对于 x 边缘分布密度，应该对外求和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对外来积分，负无穷到正无穷。同学们，如果你真的按照这个公式去做啊，那我们说肯定是错的。下面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那么我们应该看一下 x 的变化范围，要把 x 的变化范围先定出来。那大家看 x 的变化范围是不是由零到二？哎，大家注意，由零到二。那么如果我们在其中找一点，做一条线以外轴平行，那我们说在不同的点处，先交的和后交的那都不是不一样了，明白吗？那我们现在应该这是到一吧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应该看 x 大于等于零小于十，那我们就应该是，大家注意 f(x,y)， 第一块下线应该是照这条线上去，先碰到了是这条线，这条线是不是 y 等于二分之一 x 吧？这条线是 y 等于二 x， 这条线是 y 等于三减 x。 好，那我们这样一来的话，就是二分之一 x 到二 x。 好，下面 x 大于等于一小于等于二，那就应该是二分之一 x f x y 第一块，那么上限呢就应该是三减 x。 好，零其他，这个等于三，二分之三带进去，那我们就得出，大家注意，那就是二分之三，二分之三，哎呦，三分之二，说错了啊，三分之二乘以这个二 x 减去二分之 x， 它就是 x， 就是 x 大于等于零小于一。x 大于等于一小于等于二的时候，它呢就是二减去 x， 零其他。好，同学们，同理，那 f(y)y 它呢
可以支出，那么 y 大一点的零小一点一的时候，它是 y 大于一，大于一小于等于二的时候，它是二减 y， 那么这是它是零。好，希望大家一定要会。那么再看一个例子，例七，我们假设XY 的联合分布密度XY 它等于X 加 Y，X 大于等于零，小于等于一 ；Y 大于等于零，小于等于一。零，其他。好，我们要求XY 的。XY 的体积大值，那么 X 的分布密度那么我们说XY 其最小的它的分布密度对了，像这样的题呢，希望大家高度重视。好，怎么做？同学们，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。我们先看我们令 U 它等于那么 XY 中其最大的，那我们对了，我们说过求分布密度，我们最最普遍的一种方法，先求出那么分布函数，对吧？然后在分布函数对变量求导，注意这个分布函数对变量求导，如果分布函数是分的函数，你可不要用高等数学中所讲的那么分段函数错，你还来求求导数，那就麻烦了，没必要。好，为什么不要呢？因为连续型的随机变量在某一点处啊，那么它的那么概率是等于多少？是零。所以我们马上啊，就把这块就拿掉了，不要再求。好，下面同学们，那么我们 F 为那么 U， 它就是 P。那么我们说，由
小于哈定律那么 U， 那也就是可以得出最大的度小差，那我们是不是 P 那么 X 小于 X 那么小于哈定律 U， Y小于哈定的 U。 同学们，下面我们看我们联合分布密度它的存在期是这个期吧，是不是一啊？好，下面呢我们这个就应该是这一点是 U， 这一点是 U， 那我们现在要求的这个分布函数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其中的概率啊？明白吗？这个概率应该等于什么呀？同学们，那我们说 dx 领导 u， 然后我们 fxy dy， 那我们说在这找一点，这条线上去先碰到了是不是零了，再碰到了是不是 u 啊？好，它就应该是零 u dx， 然后我们零到 u x 加 y， 那么 dy 它呢应该等于零 u 这个 xy 加上二分之y 平方，把上下线往里带，它就令为它就等于，对了，那么它应该等什么呢？大家看，零 u 零 u 这个带进去应该等于xu 加上二分之 u 平方 dx， 那么它就等于二分之 x 平方 u 加上二分之 u 平方。好，同学们，这个x 那么把零 u 往里带，那是 u 的三次方。好，下面大家注意，我们刚才这个算的过程中始终在什么范围内算了？应该是在那么 u 是大于零，大于零，小于和等于一，这个范围内吧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当 u 小于等于零时，小于和等于零的时候，我们大家注意，那我们呢，从前面我们所讲的f 小 f xy 的范围，那 f xy 它是零，那么 f u 它就应该等零，当 u 大于零小等于一的时候，那我们 f
牛，牛就应该是，那么牛的三次方，当牛大于一时，那我们 F 牛它就等于一，所以综上，我们 F 牛。牛它就等于那么零，这个就是牛小和等零，它是等于牛的三次方，牛大于零，小于和等于一，一，那么牛是大于一。好，那我们大家看我们的 F 牛牛它就等于 F 牛牛对牛的导数，那就等于多少，它就等于三牛平方，这个牛呢是大于零，小和等于一，零，其他，好了，下面我们令为它是 x 和 y 中取最小的，那我们F 为，那我们说为，它呢就应该是 P， 那我们说为小于和等于，那么为也就是等于。也就是等于，那么一减去 P 为大于大于为大和等于，那我们大家可以看出，可以看出，这个呢就是一减去。P， 那么 x 大于等于为 y 呢大于等于为，好，同学们，下面我们仔细看这个怎么算，那大家可以看出。当我们为小于等于零时，那我们的 F 为应该是等于零，当为大于等于零，小于等于一时，那我们怎么做呢？同学们，我们把图画出来 ，x 零，这是一，一，好，这是。为，好，大家看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实际上，那就是我们应该是这块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
这块大家看 ，l 和 v， 那么 v 它呢就应该是等离。那我们说 dx 应该是 v 到一，然后 x 加 y，dy 应该等离。那我们说这上去 v 到一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出 v 一，这个就是 xy 加上二分之 y 平方，把 v 一 dx 带进去，那就是 v 一，这个往里带，那就是 x 再加上二分之一，是这样吧？再减去，那么 xv 再减去二分之 v 平方，然后 dx， 我们可以得出这个是二分之一 x 平方加上二分之一 x 再减去二分之 x 平方 v 再减去二分之 v 平方 x， 把上下限带进去，马上我们就得出这个，那就是二分之一加上二分之一减去二分之 v 再减去二分之 v 平方，再下限带进去，二分之一v 平方再减去二分之一 v 加上，那我们说二分之 v 再加上二分之 v 平方。好，同学们啊，什么呀？下面我们应该是这个是一，是不是一啊？那么它是一，那么我们看这个和这个，那是减去为这个和这个减去为平方。哎呦，还有一个啊，哦哦，我看看啊，为的三次方吧。哎呦，这个带进去，这个是为的为的三次方吧。哎呦，是为的三次方吗？为的三次方再加上为的三次方吧。好，那就是加上为的三次方。好，下面那我们对了，那么当 v 大于一时，那我们 l 和 v
为他设定的义。好，我们的爱苦为他就定义，当为小定的零的时候，它是零。那么当为大于零小可定一的时候，它是为的三次，一加上为的三次方减去为减去牛平方，讲为的平方。好，当为大于一的时候，它是一。好，同学们，爱苦为求导，那它就应该是三 x 为平方，再减去二为，再减去一。好，这个是为大于零小可等于一，零，其他。好，下面大家再看，像这样的题呢，我要说一下你们怎么做呢。首先应该把那么我们最小值的这个设出来，那么最大值的我们这样设出来，这样做我们就可以做得比较好了。所以希望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。下面我们要讲的那么联合 XY 的联合分布函数 F XY 的求法，这个是大家是一定要很好注意的。这个求法呢，我们叫做利用我们分期利用分期，那么分析法求解，好，下面我们看例八，我们要讲的是这样的题。我们假设随二维随机变量 xy 在牛直线 y 等于 x 加一，以 x 轴 y 轴所为区域，地上服从经营分布，那我们要求
XY 的联合分布密度，分布函数，联合分布函数 F XY。同学们，联合分布函数大家会求吧？应该是这样的，联合分布函数，假设我们已经知道了联合分布密度，那它就是负无穷到 x， 负无穷到 y，f(x,y)dx,dy， 明白吗？那么知道我们说联合分布函数应该是用这样的公式来计算，用这样的公式来计算，那我们首先是不是应该把 f(x,y) 也就是联合分布密度给它求出来？好，大家注意，这是 y 等于 x 加一。那么，当 y 等于零的时候 ，x 等于负一；当 x 等于零的 ，y 等于一，是这样吧？那么这个区域 D， 这个区域 D 的面积，那它是不是二分之一啊？三角形的面积底层高就二分之一，对吧？好，那么联合分布密度，联合分布密度 f(x,y) 它就应该是等于，那我们说二。x,y 属于 D 的时候，那么零，其他。好，下面分期，对了啊，分期分析法，那大家注意，怎么分期？当x 小于和等于负一，或 y 小于零时 ，f 和 xy 它是等于零嘛？那我们就 f 和 xy 是不是等于零了？好，写出来了。那么当x 大于负一，小于和等于零，那么我们说 y 是大于零，小于和等于，那么 x 加一。那下面就应该是这样的了，y 等于 x 加一，负一零，那就是在这里面找一点，是吧？那我们说这一点的坐标 xy， 好，这是 x， 然后这样过来。这样的一个题，同学们，那我们 f 和 xy 就应该等什么呀？先对什么积分，后对什么积分呢？应该我们说后对 y 吧。那 dy 它的下限是零，
上限是 y， 那么 x x y dx， 那我们在这条线中找一点，做一条线以 y 轴，那么以 x 轴平行，先碰到的是什么呀？是应该是 y 减一吧，再碰到的那是不是 x 啊？好，那我们说这个是 r 乘上，那么零到 y，x 减 y 再加一 dy， 这个自己去算吧，不来算。好，下面当 x 大于负一，小于和等于零 ，y 是大于 x 加一，那就跑到上面去喽。大家仔细看，它呢就应该是 x 零，这条线 y 等于 x 加一。好，负一，一到上面，这点是 x y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这小块，这小块 x 和 x y， 它就是负一到 x dx， 然后 x 和 x y。第一块，那我们说现在做一条线上去，先交到的是下线零，上再交到了 y 是等于 x 加一，这个好计算了吧，这就是二了，那就是二乘上负一到 x 加一dx， 自己算。好，下面那么我们再看，当 x 大于零， y 是大于零，小于和等于 x 加一，那我们下面就看 yx，y 等于 x 加一，负一，好，零。下面我们再这找一点 xy， 好，这是 x， 那我们呢？f 和 x y， 同学们，我们应该先对谁积分，后对谁积分呢？应该后对 y 吧。好，后对 y， y 呢是从零到 y， 然后 f 和 x y dx， 那我们在这上面找一点，做一条线以 x 轴平行，先交到的，那么 x 是 y 减一，后交到的是多少啊？零吧。好，这个里面把它算出来，这是二，那么零 y， 它减它。一减去是什么呀？一减去，它那就是减去 y， 那么第一 y。 好，下面当 x 大于零， y 是大于x 加一，
那我们马上就可以得出 FXY 等于多少？等于一，因为整个包括在里面，是不是？好，像这样的题，同学们，我们不难做吧？好，再看一个例子。我们看例四、例九、例九，我们假设随机变量XY 是独立同分布。好，我们的 X 它呢是等于 X， 它是等于 B 分之一，那么 X 是大于和等于大于零，小于 b， 零，其他，那我们下面要求，那我们说，方程。t 平方加上 tx 加 y 等于零，有十根的概率。好，同学们，下面那我们看。有提示，有提示，同学们，我们联合分布密度是不是就应该等于 b 平方分之一 ，x 大于等于零，小于 b，y 大于等于零，小于等于 b， 零。其他没问题吧？好，下面大家要注意。那么我们方程有十根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呀？那我们是，那么 b 平方，x 平方减 4ac 应该大于和等于零，那也就得出我们 y 呢应该是小于和等于零，四分之 x。平方 x 平方画出图来。好，您，那我们说四，这是四，那我们马上可以看出这是抛物线，那是这么一条抛物线 ，y 等于四分之 x 平方。那我们说它的区域
应该是这块。下面我们仔细看，要求有十根的概率。那我们下面看一下，当那么 B 小于四十 B 大于零小于十的时候，那我们说 B 在这，那应该是这块吧，是不是啊？这块它的概率应该等于多少啊？那我们说 P， 我们的 Y 小于和等于四分之 X 平方。那我们现在应该先对谁积分，后对什么积分呢、啊？应该后对 Y 积分，哎 ，X 积分吧。那我们说 DX 领导 B， 然后 B 平方分之于 DY， 线内画条线，先交下线斜，下线是零，上线是什么呀？那 Y 是不是等于四分之 X 平方啊？好，你把它算出来。下面当 B 大于等于四十，那大家看 P Y 小于等于四分之 X 平方，那我们说它现在 B 跑到外面去了，四的外面去，为什么会四啊？因为画线的时候，当时我们知道 X 等于四的时候 Y 是等于四吧。好，那我们说现在是这样，那我们的区域应该是这样。那么这两条线它的公共部分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要写的这块，是不是这样啊？那么这样大家可以看出，我们应该先对，应该后对谁积分啊？应该后对 Y 积分吧。你看，如果你后对 X 积分，那我们说在四到 B 中找一点出去，和在里面找一点出去，做以 Y 做平行的直线，那么所交的下线是一样，上线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为了计算简单，那我们应该是后对 Y 积分， Y 呢从零到 B， 然后B 平方分之于 DX， 那么这一条线过来先碰到的是什么呀？我们是抛物线，抛物线 X 应该等于什么呀？应该是 R 乘上根号 Y 吧。好，后碰到的应该是什么呀？ B。好了，大家自己去算一下就行了。下面我们要讲的那是第三节，那就是随机变量。随机变量的，我们说数字特征，
好，同学们，我希望大家把这四个概念要彻底的搞清楚。一个，我们说数学期望；再一个，方差、西方差、相关系数，不光概念搞清楚，它的计算公式，它的那么运算性质，我们也应该把它彻底搞清楚。听明白了吗？这部分很重要，年年都要考。那么一般来讲，一个题呢是占不少于十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维随机变量。好了，我们先看头一个例子。那我们假设有两支球队，要比赛，甲乙获胜的概率均为二分之一。那我们说规定一对，我们说胜市场比赛宣告结束，现在我们要求比赛场数 X 的数学期望，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，对了，像这样的题，我们首先应该把那么 X 索隆的体值先把它搞出来， X 的可隆体值应该是多少啊？4场吧，5场吧，6场吧，7场，会不会起到8？不可能，所以大家注意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看八起各个数值它所对应的概率，把它写出来。P X 等于4，那就系数是二分之一的四次方，二分之一的零次方，加上系数是二分之一的零次方，二分之一的四次方，等于1/8。好。P X 等于5，那么大家注意了，这个意味着什么呀？第5场现在定了，一定赢，是不是？
那么银的概率是多少啊？二分之一。那么前面有四场吧，应该赢三场吧。那么我们说每一个球队胜的概率都是二分之一吧，那就应该二分之一的三次方，那就是二分之一的一次方，再加上二分之一，西是三，那应该是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的三次方，那就是四分之一。P X 定理六，第六场，那么赢的概率是二分之一。那么前面五场应该赢几场？三场吧。好，那就二分之一，应该是三次方，二分之一，同学们。那应该是平方嘛，好，再加上二分之一，西五三，二分之一平方，二分之一三次方，这个我们算出来是十六分之五。 P X 定理七，那就二分之一，系六三，二分之一的三次方，二分之一的三次方，再加上二分之一，系六三，二分之一的三次方，二分之一的三次方，等于十六分之五。好。数学期望，那我们说很简单了，那就应该是我们说它的概率八分之一乘上四，再加上四分之一乘上五，再加上那我们是十六分之五乘上，那么六再加上十六分之五乘上七，这个等于五点八。那我们要比赛几场啊？显然要比赛六场，要比赛。六场，好，下面我们再看李二，李二呢，那我们下面要讲的，要讲的，那我们说假设模汽车站一八点到九点，九点到十点，那我们说各有一趟车要进站，对了，咱们假定了进站以后马上就走，不是进站以后还停着呢，那是不合理的了。一趟要进站，那我们说他们过车，那么到站那我们说到站呢
是随机的，是随机的。那我们说到站的时刻，到站的时刻，到站时刻的规律，为好，大家看，到站时刻，下面相应的概率。那么我们说8:10、9:10，它的概率是1/5。那么8:30、9:30，那么它是2/2。那么8:50、9:50，它的概率是2/2。那我们说现有一名庆客，现有一名庆客，以8:20到站，现在要求他候车，他候车时间的数学期望，和方差。好，下面我们假设 X 为某庆客的候车，候车时间，那我们现在一是我们候车，大家看应该是这样的，X 相应的概率。那么如果我们说第一趟车是8:30开，那候车的时间是多少？10分钟。如果第一趟车相应的概率应该是多少？应该是1/5吧。哎呦，1/2。那么如果第一趟车是8:50开，那我们说他候车的时间多少？30分钟。那么相应的概率是1/5。好，如果头一辆车走了，8:10就走了，那他只好等9:10的，等9:10呢，他等了多长时间？啊，50分钟吧。好，注意了，那么50分钟
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他顶第二趟车啊？第一趟车走了吧，所以第一趟车的概率五分之一，第二趟车开了，这一看着这两个事件同时发生，对吧？所以呢它的概率应该是五分之一。那么顶车的时间我们说70分钟，那你只好坐哪一趟车啊？坐9:30的车，对吧？9:30的车，那你为什么坐9:30？第一趟你是8:10走了，那么第二趟车是9:30来了，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，所以它的概率应该顶多少？应该是1/5乘2。好，如果我们坐的是9:50，那他顶车的时间90分钟，90分钟，同学们，那你是第一趟车走了，那么第二趟车9:50来了，所以应该是同时发生。同学们，你在计算之前应该把他们的概率加起来，看它是不是相顶。如果不相顶，是不是顶的一？如果不顶的一，你首先这个概率就搞错了，明白吗？这很重要。好，下面那么我们的数学期望，那就应该是10×2+30×2+50×25/1加上70×25/2，再加上90×25/2，它是等于30.8。好，那么我们下面要看方差，这方差呢，那我们这个很好求了，那方差应该是什么呀？应该 x 平方的数学期望再减去数学期望的平方，这一定要会，一定要记住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计算公式，它就应该等于什么呀？应该10×5/2，再加上30×5/2，再加上50×5/1，25/1，再加上70×25/2，再加上90×25/2，再减去 1x(-)，这个前面这个算出来1540，减去30.8，这个看顶多少。好，下面我们要讲的那么随机变量函数，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
希望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例子。那么第三，我们假设有母种节日商品，节气商品，节气商品有某种节气商品，那我们说节气内每售出1公斤获利A 元，那么我们说过了节气，处理该商品那我们说每售出1公斤，那我们说纯亏损，闭眼。那么我们说现在有一个商店我们说经销这种商品，那么它的在节气内的销量为 X， 这个 X 公斤X 公斤，那么 X 在期间X1 X2 3服从经营分布，经营分布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试问该商店应购进多少这种商品，才能使
所获所获，那么利润他数些期望，为最大。好，对了，像这样的题啊，你稍微改变一下，又是一个题。你比如说，假设某一个进出口公司，它比方说是经销钢材料，假设能够按期的把一吨钢材交给外商，那么你可以获利多少美元？如果逾期交不了货，那你就得赔偿人家损失。那么现在这个公司问你应该进多少钢材，那么才能获得利润最大，这都是一个问题，所以大家要注意。好，下面我们假设该商店，假设商店购进S 公斤这种商品，那么显然我们购进的应该在什么呀？应该在 X1 和 X2这个期间之内嘛，是不是啊？应该在这范围内啊。好，同学们，那么我们说它的分布密度应该是等于X2 减 X1 分之一，那么我们说 S 应该大于 X1 小于 X2， 零其他。好，下面我们假设利润，显然应该是这样，那么其分布密度为好，那我们说所得利润那我们应该是 LSX， 那我们它就应该是等于 我们的 X 它现在是大于 X1 小于S， 同学们，那么我们能够进钱的，也就在这范围内卖出去的才能挣到钱，是不是？那就应该是 AX，
ax 再减去，那我们 s 这个是我们的经销量是 x， 现在我们买来的是 x， 就多余的了，多了吧，那就 x 减 s， x 应该是 b。 如果我们 x 是大于 s， 大于 s 小于和等于 s2， 那我们的利润应该是 as， 明白吗？好，同学们，下面我们的下面我们的数学期望的最大值应该是数学期望应该是 E， 那我们 LSX 那应该是等于 S1 到 S， 那么 AX再减去 s 减 x b 再乘上，那么我们的 f s d x 再加上，那就应该是S 到 S2， 那就应该是 AS 乘以 F S DX。 好，那么也就是等于，那我们说 S1 SAX 减去 S 减 XB 再乘上 SR 减 S1 分之 DX 再加上，那我们是 SSR AS 除以 SR 减S1 DX。 好，它呢就应该等于获得，那我们说二分之，那么 A 加上 BS二平方，再加上，那我们说 A S 二加上 B S 一，括号乘以 S， 再减去二分之 A 加 B， 那么 S 二平方，然后乘上 S2 减 S1 分之一。好，下面那我们看求它的，求我们说它的导数，那我们就得出，大家看，就是获得 A 加 B S 再加上，那么 A 乘上 S
平方加上 BS 一。好，这个我们说还应该乘上 x 二减 x 一分之一。我们令它呢等于零，那我们就得出我们的 S 就应该是 ASR 加上 BS1 除以 A 加 B。 好，同学们，我们应该构建这么多公斤的这种商品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例四。例四呢也是很有代表性的，大家注意。我们假设在线段零一上，那我们说令其引个点。那么现在要求这引个点中，那么我们说最远两点间距离的速歇期望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假设 xi 为，那么我们说引个点中的一点。由于那么 XI 的起法的逆性和顶可能性所以 XI 的那么分布函数它的分布函数应该是F(x) 它等于，那么 x 它是等于零 ，x 小于和等于零，那么 x 大于零，小于和等于一，那么一。好，
大家注意，我们下面令，因为是最大了，那就是 y，i， 那我们说它呢就应该是等于 y 吧，不要管 i 了，它是等于。那么我们说从数字上来讲是最大的一个点，那我们大 X， 大 X， 那我们说是最小的，同学们，最大的点和最小值的点，那么它们的差是不是我们最远的两点之间的距离啊？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要求的是这样两个的差的数学期望啊？要求数学期望首先应该怎么样啊？应该把 x 取 y，x 我们说应该取 y， 它的，那么我们说分布函数，取这个 x 它的分布函数求出来，然后分布函数求导，那就是分布密度吧。只有求出分布密度，然后我们在负无穷到正无穷分布密度乘上，那么我们说 x y 乘积的积分才可以。好，同学们，那么我们说 f y x， 大家知道这个是不是 f x 的 n 次方，对吧？这个呢也就是零 x 小于零，那么 x 的 n 次方 x 大于零小于等于一，那么 x 大于一。好，它的分布密度，那就是这个对 x 求导，对吧？那就可以写成，那么 n 乘上 x 的 n 减一次方 ，x 大于零，小于等于一，零，其他，好了，下面。我们再看 f x， 同学们，这个应该等于什么？大家记得吗？这公式要记哦。像这样的公式，它呢应该是一减去，那我们说一减 x， 那我们说。应该是 x 的一减 x 的那么 n 次方，它呢就应该是等于一减去，哎呦，那我们应该是一减去 x 的 n 次方，这个。我们说是 x 大于零，小于等于一 ，x 小于零，它是零，那么 x 大于一，它是一。好 ，f x， 那它就是大 f x。
他呢那就顶礼。大家看，他就是获得 n 乘上一减 x n 减一次方 x 大于零，消和等于一，那么零其他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下面我们大家注意，那么我们 e y 减去 x， 它就等于 e y 再减去 e x， 马上我们可以得出。它呢，那就是零到一，零到一 ，x 乘以 n 乘上 x 的 n 减一 ，dx， 它就应该是等于 n 加一分之 n。哎呦，啊，因为。因为这个等它，那么 f x 它等于零到一，获得 n 一减 x 的 n 减一，再乘上 x d x， 它就等于那么 n 加一分之一。所以我们 y 减 x 它就等于 n 加一分之 n 减去 n 加一分之一，那就是 n 加一分之 n 减一。好，这个题呢我们要大家记住的就是这样的公式，这样的公式。所以大家注意，大家注意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例五。我们假设我们的 x， 我们的 x。它是弧虫，那我们说它是弧虫，一三平方这样的静态分布 ，y 呢，它是弧虫，那么零四平方这样的静态分布，那我们说。x y 的相关系数那就 log xy 它等于负的二分之一，我们令我们令 z 它等于它等于，那我们说三分之 x 再加上二分之 y， 下面我们要求那么x 的数学期望 x 的方差什么呀，这个这样这大的这样
怎么样？没事。好，下面我们要求要求，那我们说就是 x 与 z 的相关系数，相关系数。好，第三问 ，x 与 y 是否相互独立？为什么？说明理由。好，下面那我们看那么 X 的数学期望，那应该是等于一，它的方差应该是等于三平方，那么我们 y 的数学期望它是零，那我们说它的方差是等于四平方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说 z 它的数学期望，也就是我们三分之 x 再加上二分之 y，它就等于三分之一，那么 x 的数学期望加上二分之一，那么 y 的数学期望马上我们就得出三分之一乘以，这是多少啊？一吧，再加上二分之一乘上零嘛，那就等于三分之一。好，下面我们说它的方差，那就是我们说 d 三分之。三分之 x 再加上二分之 y， 同学们，它应该是等于什么呀？应该是三，应该 d， 应该是d 三分之 x 再加上 d， 那么二分之 y 再加上二倍的斜方差，然后它就是三分之 x 再那么二分之那么我们说 y， 这个呢就是三平方分之一 ，d x 再加上，那么二平方分之一 d y 再加上，那我们说二倍的
三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再我们说这两个相乘，然后我们说 LOXY 再乘上根号，那我们说就是三 D 三分之 X， 然后 D 二分之 Y。 好，马上三平方分之一，请你这个是多少，三平方吧，再加上二平方分之一，这个是多少啊？这个是等于四平方，是不是啊？再加上二乘上三分之一，乘上，那么二分之一乘以这个，获得二分之一，那么再乘上这个呢，那我们应该是多少？把它写出来。那么我们，这个就是三平方分之三平方一，那就是四平方。哎呦，开荒吧，应该开荒。好，这个四分之一，那么它呢应该是四平方再开荒。好，这个大家去算算出来就完了。下面那么我们要求的第三问呢，那就是，它的相关系数。第二问，那我们可以看出，那我们说要求，那么 x、z， 它呢就应该是这个应该是 x、z， 那么下面关于 dx 再乘上 d 它的经方差 ，z 的经方差。好，大家看，现在我们看。x 这个那就是三分之 x 加上 2y， 它呢那就等于那我们说 x 和 3x它的，那么这个西方差，然后我们说 x 二分之 y 它的西方差，同学们，这个呢就可以写成三分之一，这个。x 和 x 的协方差，再加上，那么我们说二分之一，那我们 xy 它的协方差，这个呢？我们知道就是什么呀，
就是 X 的方差 ，X 的方差，再加上现在这个是二分之一，那我们可以写成这个就是 low，XY 再乘上根号 dx， 那么 dy 好，这个呢我们就是三分之一，这个我们马上是三平方再加上二分之一，这个大家看是负的二分之一吧，负的二分之一，这个我们是三吧，这个是多少啊，四，那我们马上就是三，这个我们说减去三的平方吧，就三吧，那就等于零。好，它是等于零，那我们说，所以我们的相关系数它是等于零，相关系数等于零，相关系数这个等于零，那我们得不出 X 和 Z 是服从，服从二维的静态分布，所以我们说 Z XZ， 那我们说布隆确定，四毫独立。好，大家注意了，下面呢我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就不想说，但是简单提一下中心极限定理，中心极限定理啊是很重要的，大家知道有几个定理啊，有两个，一个是林德伯格列维，再一个是德摩赫拉普拉斯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可不要去背这两个定理啊，如果谁去背那谁就是傻瓜。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，既然是叫中心极限定理，它是以什么为中心？以什么为中心啊？以标准的静态分布为中心，所以才叫做中心极限定理。这两个定理我们没有必要去背它，我们只要会做题就完了。怎么做题？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不想给大家讲例子，我给大家讲解题的方法。给大家讲的解题方法比什么都强。大家注意，你们不信看一看，中心极限定理，它都是按照
我所讲的方法去证明的。你看，有关命题的解题解法解题情绪大家看啊，第一步，那么色随机变量，X。第二步，分析 X 服从什么分布，求出数学期望方差。第三步，标准化，好，大家看，我们要求的是随机变量 X 摆 A 小 B 的概率，它呢就等于 P A 减去数学期望除以净方差小于 X 减去数学期望除以净方差小于和等于，B 减去数学期望除以净方差。同学们，这样处理以后已经是服从标准的静态分布了，明白吗？那我们说 phi， 那 x 就 b 减去数学期望除以净方差，减去 phi。A 减去数学期望除以净方差，明白吗？这个什么大坏什么意思啊？反，那我们说 X 为 X 的为这个所为所定的所定的，那我们说静态分布函数好了，这样我们就把题做完了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不想再举例子了。你们自己找一个例子做一做，就是这样，所以很简单。好，那么我们的习题课，那就讲到这里。祝同学们这个复习好，明年我们数学考高分。下去吧，再给个，好，我换，都我换。